射侠！
少侠来燕云了。你认识我？我家盟主和您师兄很熟，一直盼着您来燕云一游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之前太忙了，听闻燕云边地有马贼滋扰，还有西夏人和辽人。没事的，有我们万里沙在，他们不敢轻易来犯。最近神威接手了许多丝绸生意，收益与百姓共享，这边地的名声可谓是蒸蒸日上，欣欣向荣啊。看大哥你这么淳朴热情，就知道日子一定过得红火。啊，对了，少侠此来何事啊？这是东瀛忍者的信函。这人的文法实在糟糕，不过他要你找耶律兰。我看明白了，我们盟主黎玉堂的确是个热心人，这个忙万里沙帮了。你们万里沙的盟主叫黎玉堂？对呀，这名字是不是又帅又威风？原来他就是忍者信中提及的那位鲤鱼大人。别乱讲，我家盟主英俊潇洒，与爱侣韩莹莹姑娘双剑合璧，傲笑江湖。总之一句话，我家盟主既低调又大气。黎盟主现在恰在驻地内，我带你去见他吧。帮我们呐，好心人。别客气，这是万里沙该做的。拿着吧，给黎盟主的。抱歉，万里沙不收百姓财物。最近西夏人总在村外徘徊，万里沙会保护大家的，放心。万里沙一脉，不问前尘纠葛，不设青龙天风之争，但护边地百姓，以防天灾人祸之伤。此计，万里沙以民生为重，不设纷争。这万里沙的盟主颇有大侠的风范。走吧，去见黎盟主。黎盟主。少侠，我等你已久。少侠，你来了。黎盟主好。不必客气，你师兄与我相交已久，听大海说你来燕云是为耶律兰。是，关于阿兰和细柳剑。报，阿兰县贵客至。果然。八成是那两位撞上了。少侠，随我去绿洲看看吧。发生了什么？不管了，先跟过去吧。说出细柳剑的下落，饶你一命。阿兰，
你们都在找细柳剑，我要给哪边呢？叶龙首，此事乃我天风盟率先追查，还请让路。孔雀翎之事就是青龙会之事，恕叶某不能从命。所以叶龙首是要明抢东西，若是你的才算是抢。既如此，不如你我一战，胜者得剑。叶某让你三招。林盟主，燕云之地三族交锋，如今辽人就在不远之处，我中原双盟便要自相残杀，给他们看笑话吗？大敌当前，莫作无谓之争，此女不如交我带走，一旦审讯出细柳下落，李某必定同时告知两位，绝无偏移。如此甚好，那我静候黎盟主的好消息。走。那就拜托玉堂兄了。乖乖，好一出大戏。那些人中有之前天下四盟之一帝王州盟主叶知秋，如今青龙会的二龙首，有之前天下四盟之一韩江城盟主曲无意，如今天风盟的副盟主。方才的场面真够惊险的。对我们万里沙来说，这都是小场面，小场面。那阿兰他，我想找黎盟主一问。黎盟主如今在应付青龙会和天风盟的人，没法脱身，你先在附近转转吧，有话等他忙完说，反正也不急。叶知秋、曲无意、黎玉堂三人均有其命数，天命之中诸多变化，请少侠慎之。
暖，你信中说遇到一些有趣的事，不知是为何事？暂时保密。你呢？你踏入江湖以来，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呀？纵马江湖，总有许多英雄好汉，闲情偶遇，纵览天下风花雪月。迷踪一案，个人自有个人命运，幸甚至哉，天命唯我独自风流。你怎么忽然引起诗来了？这是陆叔叔写的文章，我抄来念念。好吧，你今日的兴致为何如此之高？因为待会儿要一起去做一件很开心的事，不过还要等一阵子。对了，少侠，据说江南有一把伞、一只猫、一碗美食，不知道你可都曾遇见过？这我得想想。你若没遇见，就去找找呗。我要带你去见的人一会儿就来，过会儿我们还在这里会合。Thank you.